姐妹，我马上就要脱单了，放心吧，这次肯定能收到花。什么情况？我网恋对象竟然是那只压榨我的老板！宝贝，我今天来不了了。突然想起来，我要进行人体无组织集体切除手术，下次再约啊。人体无组织集体切除手术，不就是做头发吗？看来他很重视跟我的约会。完了完了，迟到了。昨晚熬夜了？范总，今天要是敢打瞌睡，我就扣你的奖金。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哇，宝贝，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啊？宝贝，我最近加班挺累的，见面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啊。我不管，今晚你必须陪我聊天。范总，需要您签个字。好。自己还不是困得跟狗一样，双标。看什么呢？活干的不怎么样，看这个倒是挺在行。这个月奖金别想要。又学到一招。果然是双标狗，嘴上嫌弃，背地里不还是给我订花了？真高级，男朋友送的吧？宝贝，花收到了吗？要不要今晚见个面？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可以啊，这下甜甜的恋爱终于轮到我了。今晚加个班，把饭做熟。宝贝，今晚等你啊。今晚不能见面了，我要加班写方案。晚上还加班？你们老板是活不到明天了吗？谁说不是呢？你把方案给我，我帮你写。不愧是我，交给你个任务，这方案下班前给我，干得好的话有奖金。不是帮我写吗？怎么又还给我了？花婆婆，就是人怎么这么木讷？我送我网恋对象的花怎么在你这儿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你的网恋对象？我要加班，你自己约会去吧，狗男人！宝贝别嘛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好小子，让你给我买根锁钩，居然把我给删了！行。那是我女朋友删的，她太在乎我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呀，姐，你别生气了。明天我出差，你去趟公司，顺便帮我照顾一下圆圆呗。没空，你别逼我，跪下来求你了，满家接他老婆。行吧，圆圆姐，老板出差了，先让公司里就剩老板娘你说了算。请问这里是总裁办公室吗？他不在，有事跟我们老板娘说。他叫我来报道。新来的是吧？那就从最基础的做起吧。去给我拿个外卖。凭什么？就凭我现在是这儿的老板娘，这儿的一切我说了算。你的外卖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的快递也到了，你再下去拿一趟吧。你的快递都在这了。站住！懂不懂规矩？我让你走了吗？这是你今天的任务，完不成明天别来了。这就对了嘛，以后见到我高启源，把头低下坐。啊！这个逼吧是非上不可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死你了！姐，你看这女人果然想上位，就是这。你一个新来的实习生，真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呀？电视剧看多了吧？真以为自己配得上总裁呀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？我不配，难道你配啊？你还真是癞蛤蟆追青蛙，长得丑，玩的花呀？你说什么？喂，老公。宝贝，我回来了，晚上介绍你跟我姐认识一下。你放心，姐姐一定会喜欢我的，咱们一会儿见。我可不这么觉得。少在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你要是识相点，就收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。这些文件整理出来，整理不出来今天不许下班。好啊，我还没下班，你们就在楼下等我吧。咱姐怎么还没来呀？一会儿就到了吧。咱姐不会找错地方了吧？咱姐回信儿了没？妍姐，你要的文件我都整理好了。一大清早的，怎么又是你啊？真晦气，给我滚远点。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姐，圆圆姐，我可都是听你的，不整理完不下班。你怎么能让我姐做这种事儿？老公，这都是误会。姐，你快帮我说两句话呀。对啊，其实圆圆没让我做什么，只不过帮她拿个外卖，取四五个快递，做七八个人的工作而已。亏我还觉得你只是没有安全感，原来背地里你是这种人。分手吧。老公，我说过让你进我家门向我输。你快过来。老师，我跟沈佳宜是并列第一，凭什么他的名字在我前面？放心，我这就解决。哼。快看，他们在一起了耶！俩学霸在一起，莫名觉得有点好磕碜，怎么回事？好了，都安静一下，以后你们俩平起平坐。哼，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？我。快看，神同步哎！所以你俩谁来回答？好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？哎，学霸，借我作业抄抄呗。能。
哎，你俩答案一模一样哎！把作业还我。那个，我就不打扰你俩学习了，待会儿体测记得来啊。解题步骤一模一样哎！是，你太有默契了吧？你们女生都这么无聊吗？我说你怎么……哎，沈佳义，你俩喝的饮料都同款。谁和他喝的是一样的？我这个青提乌龙茶喝起来就像夏天的风，清香回甘，连果汁选用的都是 NF7 青提汁，好像谁不是新口味一样。我这是茶派新出的甘普柠檬茶，喝着就像做题一样上头，入口是柠檬鲜香，中味是小青柑的青酸和微涩，最后是普洱茶的醇厚茶香。所以我在哪能买到？运动买菜有加一元换购活动。找到了，你俩继续吧。沈佳义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下次年级第一一定是我自己的。那就各凭本事了。走着瞧。哎，我书呢？老师，我书找不到了，可以跟居友同学看一本吗？啊，可以。我终于不用跟他并列了。他人呢？听说了吗？沈佳义好像出国了，好像是他家里的意思，连这次考试都没有参加。你赢了。总山青的突然询问路人有关，终于不用跟我争第一了，你应该很开心吧。后来呢？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。好可惜啊，你们就这么错过了。走吧。我为你心跳，我为你祈祷，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。萱萱，我跟他分手。那个九九，我和他在一起了。谁能想到上一秒和我分手的男人，下一秒居然和我闺蜜在一起了？九九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主要是阿晨太喜欢我了，实在退不掉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有男朋友了。啊，那正好。周末我们可以一起约会啦！我上哪儿编个男朋友去啊？明天不见不散。见你个大头鬼啊！我叶初怎么一直没见你？原来你在这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做我男朋友。啊？你放心，只是演戏。等过了这阵儿，你接着撩你的妹，我接着追我的剧，咱俩还是好兄弟。你想好了？嗯。成，这忙嘉哥帮你了。啊！亲爱的，我们也来拍照吧。萱萱，你帮我们拍几张照片吧。哎，看你的了。放心吧。耶。沈佳义。讨厌。求人不如求己。嘉哥，你别乱动，别乱动嘛，嘉哥，这次我一定要赢，去你的！哎呦我去！现在我是爬起来丢人，还是继续躺在这丢人呀？哎呀！别动，还不嫌丢人？算你做了件好事。哼，气死我了，刚刚差一点就。就什么？擦擦你的口水，快流出来了。我就没把你当男人看。是吗？我 get there even if it takes all night. We're talking till the morning. 哥哥是不是都赖我才让你前女友受伤的？怎么会啊？你们，哼，那个演的不错，下次还找你。谁说我是演啊？我们结婚吧。啊，
你看，我们两个年龄、工作都很合适。好，而且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对恋爱失望了，我也不会选择跟这个第一次相亲见面的男人结婚。虽然跟他没什么感情，但是好像搭伙过日子还不错。来，我今晚加班，就不用给我留门了。好啊。跳进平行时空，那些我与心中的你，我回忆乱转。那个，你放心，我去客厅睡。范雨辰怎么和别的女生一起逛街呀？这个女生我认识，是她社交平台上学生时期暗恋的女生。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，无关拜拜的事，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，说心疼我的更没关系，反正本来就是一段搭伙过日子的婚姻嘛。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哎，是我搞错了，他去给你挑礼物的时候正好跟那个女生碰上，打了个招呼，我还没来及跟你解释就被他抓来当苦力了。你怎么还哭上了？是不是我不知道太丑了？这是什么？我看你护肤品用的差不多了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在用这款吗？我就去做了一下功课，这个护天气丹水乳不仅能补水保湿提炼光泽，还能让皮肤富有弹性，而且它的天气精粹是天气丹系列的王牌成分，含山参、鹿茸等30多种天然植萃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而且现在下单领券立减270元，到手价仅需1390元，还赠天气丹水乳各50毫升，加1/2蜜贴精华正装量，相当于买一件可以得到24件。会员下单还享受积分兑换，3000积分就能限量兑换顺滑精华液礼和正装，这么划算，当然要给你多囤点了。陪在你身旁，当你快乐或是绝望，就像你陪着我一样。世界变化不停，人潮川流不息，这也太贴心了吧。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。